外媒报道，哥斯达黎加的一名女贼大摇大摆地犯案，她把商店里售卖的平板电视迅速藏在自己的裙底里，用大腿夹着，很自然地走出商店。这个是英国媒体报道的，画面中的姑娘把整整一箱啤酒放在裙底，边上似乎还有俩放哨的同伙，用大腿夹着还这么自然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在中国也有这么样偷白酒的，看这位姑娘，在店里长时间转悠，把酒随手塞在裙底，淡然走出，再杀个回马枪。店员在干什么呢？最后姑娘干脆用手整箱搬走。奶粉也是裙底女贼们的最爱，看这位内蒙古包头的女性，手一掀腿一夹，奶粉就藏好了。一个人不够，还有组团出来作案的，看看这些少妇，背包的、抱小孩的、怀孕的，组团打掩护，裙底藏奶粉。裙底里的乾坤，不要太惊讶哦。